Hello，我是江江，我今天来改装这台经典侍女。OK，首先它升级的话要24万，然后护具升级到满，刹车满，底盘有天线，隔合金天线，经典双隔合金，雨刷有隔合金的副色调。彩绘雨刷，油箱有这么多哎，那我就给它涂装的好了。那底盘有感应器，引擎的改到满，空气也是改到满，一样好。排气管有隔合金、大支老双排气管，那炸药我等下再改。然后水箱的话有，网状的，喇叭先不要，油压装置25万，内装就随便弄啦，设计，装饰也随便弄，反正都长得差不多啦，方向盘。排挡头，好，四板，到时候再自己选一下吧。哦，车内音响，内装灯颜色，车灯，我先把喷漆换成黑色。OK，然后来设计涂装吧。涂装有蓝色线条、灰色、白色粗笔、金色细笔、纯几何、紫色怒放花朵。蓝色卷花纹、橘色卷花纹、深红色堕落，换这个橘色好了。那变速箱改到满，后车厢。这个比较厉害。涡轮、车轮我就随便选了。改弯喽，出来喽。标一下路怎么走。哇，这么刚好，哈哈，这样也没事。
让开！哦，不要挡路！